习惯那个角色，但我现在又有点不太适应。为什么？因为这角色原本是一个很渣很坏的男生，但他现在慢慢的心里的善良那一面被激发出来，开始要对里面的人好。所以你喜欢渣哟？我觉得我不喜欢渣，但是我觉得男人还是要有点个性，有点坏。对啦，不要那么好掌控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要有点个性。你什么星座啊？我母羊座啊。母羊座是这样的人吗？就偏 S 一点。哦，不是，比较 smart。可以摸吗？好什么？什么？再是 S， 对对对，喂，我看镜头了，那你要罚一杯吗？来，要罚你哦。等一下，好了，然后呢，我想问你说，如果可以飞出去玩的话，你第一个国家要飞哪里？但是泰国啊，拜托，我们聊多久了？多想去泰国。对，要泰国行，对。泰国行，去泰国洗涤身心的健康跟心理。那我们这样聊 OK 就对了。OK 啊， OK 啊，那 OK， 到时候我去泰国要跟你去哦。好啊，你可以跟谁？你要跟谁？就大家揪一揪啊。你要跟谁？跟你啊。哦，跟我哦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带我去哦。好，没问题。要去泰国？行。好的，然后因为刚刚我一直在录的时候，我隔壁有一位女生。叫做聪明啊，聪明啊！你看我还记得，对不对？因为你上次有教我，就是因为我如果叫金或是老佛爷，金老佛爷他不会甩你的，因为他听不懂，知道吗？一时之间他没办法回头。然后有一天我就问他说，我要叫你什么你就回头。他说叫他聪明啊，就是他的。呀、yeah, ，就是他的那个韩文名字的韩文发音。那韩文名字全名怎么发明 ？Kim Chong Min。Kim Chong Min。可是如果我很生气，我叫 Kim Chong Min， 那可以吗 ？OK， 也可以。可是会你会吓到吗？然后会有一点，会有一点。只有妈妈可以这样叫你。你知道吗？韩国人不会叫，就是姓 Kim， 就是姓。不会叫名字的时候不会叫金，就是前面那个姓不会叫的哦。为什么？就是习惯又没礼貌。如果我叫就是没礼貌，就是就觉得哎金钟敏，然后好像对方很生气哦。我们通常都后面就是讲那个聪明聪明西聪明西聪明啊，后面这个 啊， 啊之类的这样子。 OK， 所以下次看到金老佛爷不要叫金老佛爷了，就叫他聪明啊。好开心哦，大闸蟹！大家摇一摇，等等就好。有没有大家看到这一个？它在冒烟，非常的冒烟。然后我就想说冒烟，然后我的手就去摸它，对。然后这一个就说哈哈哈，然后呢，这一个就说真的吗？真的吗？然后他就我说哎呀，真的真的。好白痴，这是所谓的猴子效应吧？就是只要有一个人摸，第三个人就摸了，真的。然后旁边就一直在笑笑笑笑。然后重点是他没有上当，因为他本来要摸的。就是我刚刚找这个旁边这一位啊拍照，他叫丹峰 Daniel。然后我们来拍照好了，然后他居然给我一个这样子，哎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因为我比较漂亮，看这，因为我比较漂亮，哈哈，穷大十八多嘛，我自己走了，我自己走了，可以播吗？如果我讲那个话，可以播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因为我就会在讲。单挑
在那个女力。女力报道，嗨。的两位。大家好。他是。我是大卫，你们好。他不怕谁？我们吃，我们吃就吃他。哦，哎，看这里了，好不好？很怕的王子，我们吃就吃他。他在讲泰文呐、啊。然后今天这两位是因为我很幸运遇到这两位，就是在女力报道，不要讲报道，你就是不要讲。他根本就没有心机，你真的没有心机。没有，我记得大卫，然后是个渣男，然后最近你在定他。哦，那我再说一遍，叫什么？就是渣男的好朋友。韩律师啊，干嘛这样子？不要这样子啦，好啦，韩律师也有。是啊，韩律师专门在专门在处理事情的啦。对对对，然后最近的剧情是可以透露的吗？不能吗？就是他在定的，因为就是越来越精彩，大家锁定。是是，那我刚才已经讲定了，可以吗？算定啊 ，OK OK， 在教育我的人生 ，OK， 反正呢就是。里面这两位就是发挥的非常的就是很棒，然后很帅，而且呢又加上了他一个这么帅，他一个就那么帅，哦，我觉得女力根本不用看，就看脸我们就饱了。真的吗？不用聊天，谢谢。然后他一直跟我谢谢，你看哥多会做人，各位在照镜子看自己帅不帅？对啊，我跟你讲，现在很多人在拍 YouTube 影片都在看荧幕，都没在看镜头，真的。所以我们都会看别的地方。好，我们现在来一个，只有你看镜头，我们两个一样看别的地方来聊。每周一至周五晚上八点到九点进行收看，是女力报道。Okay. 那记得九点钟要收看。女人我最大，记得哦。还有阿妹讲的频道，阿妹讲。阿妹讲。呀，阿妹讲情侣行。OK， 如果想要知道更多阿妹讲的泰文资讯，请记得订阅阿妹讲 YouTube 粉丝团。拜拜，我要结束了。同事 Jeff Kam， 卡。帮我打好。